单排，人榜五女，一万女。去废墟逛了一圈，发现队友小房一直被锁，然后就跑去废墟修。秉着不干扰队友的原则，咱们转回女神像六，这边躲一个稿子，但是得吃一刀。这个稿机无论咱们躲不躲，咱们都得吃伤害，所以咱们就少吃一个阵吧。这两块板子都还在，所以咱们先不用转出去。何况还有我的八音盒在这。这个稿子封住了两边的板子，那么咱们先躲一个阵，过板之后看他动作，头铁直接回头飞轮砸头。哼，这个地形八音盒一放，愚人金还是很难拿刀的呀。为什么？愚人金主要拿刀手段靠什么？搞基嘛。但我根本不怕，不好意思啊。 I am girl 混元寒冰作风凛冽。老乡森人没救下来，还给他送了二阶，但想双挂这个人就必须得救。外界防御的人怎么救？第一根触手飞轮惹掉帖子骗。哎，不是大哥，这你能打到我？再骗！我操，太有实力了！放个减速盒，这就是木方最大的优点，能够拯救队友于劣势之中，然后陷其于绝境之中。主播，主播，你的看单员什么水平？嘘，不需要解释，看操作。OK 啊，这把来对线一个超级爱冲王啊。现在的局势呢啊，四缺二，估计被庄园主喊去龟宿吃饭了，还有一个躺地上准备返魂的。按理来说这个位置我也活不了，所以呢哎，往这一蹲，烂命一条就是狗。你根本没在动物园，你躲哪去了？嘘，我现在就抓你，等我啊。专心博弈，专心博弈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了，专心博弈。